这盘猕猴桃放在这里花苗已经两三天了，这个状态非常好，而且还长高了一点点，现在就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。我就把它放在这一个地方养，这个地方每天大概有5到6个小时左右的直射光，对于这个猕猴桃来说是不够的，因为这个猕猴桃它是随着这个株型越大，对光照的需求是越大的，但是这样的光照也能够让它结果，只不过就是没有那么丰产。所以如果是在阳台上面盆栽的话，最好把它放在南向阳台，光照能有6个小时以上就最好了。另外这个猕猴桃它是非常非常耐寒的，在北方的室外都可以安全过冬，我们这里的话就更不用说，夏天的话只需要适当给它遮遮阴就可以。长势非常的旺，大家看这两个枝条长长了非常的多，